你生孩子要期间有想念我们吗？那三个月没有，我想要跟你们断绝关系。为什么？喂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哎，我们那时候有一直在想念你，因为我们需要你回来帮我们拍摄。我就知道，OK 啦，你这样子讲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像又有一点价值。我觉得价值这个东西哦，对于妈妈来讲很重要。嗯，怎么讲呢？因为会觉得被需要。你那段时间是你女儿，你不觉得你女儿很需要你吗？是，可是除了你觉得你除了妈妈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工作的。就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工作，我会跟这个社会脱离啊。嗯嗯嗯。如果我跟这个社会脱离的话，我会觉得会慢慢的自己没有什么用。对，我会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。嗯 嗯。我会觉得没有人需要我。嗯，明白。可就是你可能你的事业心稍微比较重一点点，你会觉得你想要赚钱，自己赚钱，自己花。啊，都是比较想的嘛，你会想要跟人家伸手拿钱的吗？我希望有。